大安商业同业峰会王慧书王副秘书长。好，我们的处长林希毅林处长。没当过啊，家里的处长也没当过啊。然后，首先我要感谢副总及公司，还有23年时间在北新区处啊，这个服务。那我们今天北新区处的篝火灯会哈，那个徐长礼就是代表对我们陈处长、陈副处长在北新的这个称赞啊，就是我想。既然办公不住，我相信沟通协调能力绝对是他的长项哈、哦、啊，这个接任我们彰化区这个处长，我想这个绝对是胜任愉快哈、哦。那我在这边很简单的祝福你啊，这个专期间能够事事顺利啊，而且工作平安啊，这是我给你的祝福了哈。长官哈、哦，还有这些各界长官、县级的都知道啊，尤其县级刚刚提的哈、哦，那统一工会这边。太阳光电影这些电子线性请监教人与两位处长共持印信合影留念。首先工作安全是第一，这是我第一的目标，这包括我们自己的朋友，包括协助我们完成供电任务的承揽的伙伴，这是工作安全。第二个是供电安全，不管是供电的可靠、供电的品质、提供供电的服务，这些工作我都认为我要做到位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第三个目标是公共安全，公共安全，广大的用电人、用路人，所有彰化乡亲，只要有供电设备在他里面，他们的疑虑、他们的安全，我们责无旁贷。这是我给自己的三大目标，跟所有的伙伴来分享。人为本。这是广义的同理心，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想到自己，想到亲人，想到你的工作伙伴，想到广大的用电人，所以以人为本为出发，这是我第一个理念。第二个要热诚服务，服务一旦热诚，就有温度。有了温度，就不是你跟我，而是我们。这个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理念。第三个，诚信沟通，不管对内、对外、对主管机关、对我们所有的广大的彰化的乡亲，我们都应该本着诚信。来做对的、好的、及时的沟通，那么这些都是我今天想在这里跟这里我的伙伴来分享。那么我们一起来做好。